消息。再远一点点，看到有什么路，遇到人。好，又把我拉远。但整个换胶带就这么简单，它一没有胶带会自动报警，办好以后就又可以启动就 OK 了，是吧？到了你说自动又停了，速度快慢可以任意调节，是吧？贴了标的也非常漂亮，你看那标也贴得很好，是吧？试管呢很小，是吧？只有9公分现在的试管。每一次支管推到位，这个灯会亮，这个是可以移动的，一定要它亮，它才能继续工作啊。来，来，就这么就可以了，速度快慢可以调，先是吧？你可以快，可以慢，掌握就可以了。嗯，非常漂亮，是吧？这个直管你看推进来以后，那个灯就亮了。翻模就是这样，刀口钻进去，直接开的啊。这里是刀片，然后就手下边穿过来，到后面。